3数键，然后第一个是钢板厚度，假如钢板厚度是20，输入20，20是2毫米，然后按向右的箭头，调宽，下方上假如是1公分半，输入150，然后按向右箭头，然后是速度40，设置完成以后按参数保存，然后绕线按设值，设置圈数50，路数绕组第二组按加号，第二组40，第三组按加号30，第四组20，第五组10，然后设置完成以后按设置键保存，然后对准限定，然后档位，然后上好相模对准限定，手动按向左三右箭头对线，然后对完以后按小数点开外，一定要保持这个机械开关亮以后才能可以运行，然后按小数点确认，然后按启动。